切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，投入全部的心力，专心一意的修行，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大宝法王阅读教研集》。离苦得乐，如果动物会说话，他们一定会请律师跟人类讨回公道。我们实在做了太多违背因果和不合理的事情，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。动物们不会说话，不代表心中没有感受。我们心知肚明，他们心中痛苦的呐喊从未停歇过。动物被宰杀的情景历历在目，众生想要离苦得乐的渴求是那么的清楚。恶友，所谓的恶友是说他的心，或是说他有的恶心，或有一些特殊的行为，将我们引入一条恶道、颠倒的道路去，这种就是恶友。所以在皈依了僧宝之后不能做的事，我们不与这样恶友的心相应。善人
有很多事令一个善人，尤其是做法王，变得非常困难。但我觉得这世上需要一些善人，需要一些表里如一的人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希望。由于世界是需要希望的，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做一个比较好的人，希望世界多一个希望，多一个未来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万物连结，学佛的人要能尊敬所有知识，一切万物，要能与万物连结，才能滋生出智慧，能与万法相应，就是佛。佛的基本是在人的心中，不需要往外追求，一颗良善的心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善加保护与运用它，使其得以增长。批评，
要去说某个人的过患时，先想想如果自己就是那个人。有人来批评自己时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是会生气还是会笑？以同理心去想，若能够这样思维的话，才算是有点修行的味道。医指上师，医指上师的目的是要能调伏自心与明辨善恶，只要是这方面的教诲教导，我们一定要遵从，而不是把上师当成算命先生或会计师，一天到晚问上师我的生意能不能够好转，我会不会赚更多钱，会赚多少钱，请您算一算。医指虽然像佛陀这样具足慈悲和智慧的圣者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，但是他的教法以及利益众生的事业依然存在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医指上师善知识们，亲近他们，然后依照他们的教法来修持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现代家家户户都有电灯，有时突然停电，我们会一下子陷入黑暗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我们只经历几秒钟的黑暗，都这么难以忍受，那么生生世世长时间沉沦在恶道黑暗中的众生，完全没有能够指引他们的光明，痛苦一定更为强烈。悲心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观察而升起的。守护自心，当我们下定决心修持之后，就应该持续不断地观察和守护自心。我们不只要爱自己的亲人，还要爱全世界。知足的心，在许多物质发达、科技进步的国家当中，充满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们活得更辛苦，压力也更大。他们会说：“我的人生没有意义，
我不快乐，因为我们太执着外在了。我们要知道快乐在哪里，快乐需要我们先静下来，从内在找出知足的心，愿意向内寻找快乐，就已经是做到离欲的第一步，也就是出离对此生的贪着了。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护身法会，恭请慧信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18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05633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信念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25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05633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
cetani akalam ridu paritrana karim sarwa bandana mukcharni sarwa doshta dohsapna nivarani chaturasitinam grahasahasarnam vidvamsa nakarim ashtavim shatinam nakshatrarna prasadana kari ashtanam mahagraharnam vidvamsana Mahadeepam, Mahatejam, Mahashvetam, Mahajam